今天来给西瓜授个粉，像这一朵下面带瓜的就是雌花，我们找一朵雄花给它进行授粉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雄花的花朵下面是没有瓜的。授粉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将雄花的花蕊怼到雌花的花蕊里，轻轻的触碰几下。当然也可以把花瓣撕掉，这样更方便的可以完成授粉。注意啊，一定要先留雄花，不然雌花开了就没有雄花授粉了。这个瓜就比较神奇啊，当时没有雄花，它居然也做上果了，可能是附近的蜜蜂帮助的。像这两个瓜都是我人工授粉，现在已经做上瓜了。授粉成功，它的瓜就会自己下垂，然后开始慢慢膨大。没授粉成功，它就会慢慢萎蔫脱落。好，喜欢可以关注啊，谢谢观看。